咋了？我现在太难受，我眼球胀的，我觉得都要凸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到忍不了，我绝对不会这样的。我知道你们需要我现在，你知道吧？好，知道知道。身体最重要了，阿丹妈，身体最重要。怎么了？回去休息。拜拜。丹丹老师，辛苦了，丹妈。好好照顾丹丹姐，没事吧？你下去缓缓。掺掺他。扶一下吧，丹妈。行不？行吧，丹妈。就是丹姐。咱们想买一个西红柿得喝15瓶呢，那买完西红柿还有肚子吃了啊。咱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喝点补充蛋白质，喝完奶挣的钱去买西红柿补充维生素，这一天营养全够了。那个还有敲敲碗呢，谁想敲一下子？声来呀，声，哎呀，你给我一个币，我就陪你。你真漂亮、啊。给我一个币，给我一个币吧，拉布。我给我一个币，我给你个币。行，大方的。走。哎呦我。看看吧。不行，这不翘脚板子，这么高啊。是，你咋这么高啊？你上来。太高了，我下不去了。不是，我下不去，这太高了。这咋上啊？哎，哥哥，哥哥，咱把拉。不是，啥意思？俩人弄不动我。我感觉对你好侮辱啊！让咱把他弄上去。这样上，六千，一块钱，上一个看能溜起来。先给你先，这这高啊！哎我去！这太高了！谁设计的？我没玩过这高。谁设计的？哎呦天哪！不是，这谁研究的呀？啊，李佳琦！我不行了，不是。不是，一会儿咋下来呀？咱俩呀？这么着你下来，3、2、1，走进。快点，自家的仨人呢？拿一百块钱，我回屋给。弄好了啊！安着，弄好了。嗯，好没？行，慢慢放他，慢慢放他。哎，我去。哎呀，我不行，这敲一板不行啊。咱们再新这俩业务啊。一个回收旧奶瓶，一个陪玩跷跷，陪玩跷跷板。哎，大爷挺刺激。笑死我！哎，可以搬运行李箱啊，我从一楼给你搬2楼去，一个币。哎呀妈，真好啊！反正我有钱。再来，哪个是你箱子？红的，哪个是红的？这个。这个好。一会儿一起算俩币给你。3币。啥币？啥玩意儿3币呀？我玩上面板就一个币，搬箱子一个币。我帮你放上去是一个，把你放下来。没有，那是一套流程。你俩刚干啥了？
身揣巨款，溜达了一圈，看有什么能花钱的地方，然后没有。你们，哎哎，哥哥，子灿啊，他俩溜达一圈，看的是有没有能花钱的地方。哎呦，我们仨溜达一圈，看有没有能打工的地方。俺们仨的钱能给他俩。这个是我的。这个是我。走，哪屋？谢龙哥，楼上。快点，我们那个4-1没发糖了。有什么？4-1没发糖了。发糖了，发糖。来，给你俩币。嗯。咋有俩币了？咱一分钱一分货的，咱都。小赖，你太有钱了。对，我花钱了，但我钱包不在，我真不在。我这样，我找找。不存钱，不存钱在银行，不存钱在银行。不存钱的银子，不是，阎王爷不欠小鬼钱，我钱包在楼下呢，咱俩下去吧。走，下去吧。哎妈，我钱包真不知道放哪儿了，吱声。娜姐呢？娜姐找呢。你快点吧。娜姐，人欠你俩币。不，人家这玩意儿。我钱包没了，你快点吧。我真没了。你这样，你对着他发个誓。这关系，咱俩是这样的，欠这儿啊。我李佳琦今天欠徐志胜两个桃花币。今天的意思是4月1日周六5:24。对，欠徐志胜俩桃花币。什么时候还呢？就不还了。哎，这玩意儿我记住了。我明天还。明天还好。明天还。你做个手势。李佳琦，可以，不行，怎么了？我们的币是通用的，你不能给他。不是我让他干活了。你家这也不个人资产。不是，咱不是个人资产呐。他一个队伍是一起的，不行。这样不是咱、啊、现在加入我们队伍还来得及。不对，我拒绝。鹏，你听我说，鹏，咱用100个币，咱上交50，剩下50咱留个个人，咋样？因为他东西很便宜，你是把钱都收走了吗？不是，我说我钱包没了呢。没呀、啊。集体生活当中，我可能会去当领导者，希望他们会喜欢我做的计划。江疏影干这件事情是绝对靠谱的，你管钱吧。可以啊，做好后勤，管好钱财。看到了吧？我就是要领证。新务民们不仅要在社交中掌握主动权，也积极地参与到了屋内的管理事务。现在没有赚钱的渠道呀，现在。放心，我就是赚钱的渠道，交给我。我好想带大家发家致富。通过职务的便利，自然地与大家融入到一起。付钱。什么玩意儿？一家人还缺钱？局促感也在琐碎的对话中消解。大家现在先不用上缴啊，就是我们先同意了，现在是先用那个小辣的。好的。我没同意，小辣没同意。就你把钱带着就好了，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。我晚上不吃饭，我减肥。那么接下来，新务民们又将如何带领各家发展下去呢？睡醒了，睡着了吗？再唠会儿，我陪你唠会儿。陪妈唠会儿。缺氧吗？高原呐、啊，你说我这岁数，然后我眼珠子都疼，我说我不行了。你是不是因为没休息好啊？不是，就这高原，我真不行。这次有张国立挺好。是，哎，张国立像不像我的一击？对，有点像。对，一看很多棱角还是没有被修理过。对，嗯。我们是。哦，我们家有菜园子哎。山上有火车声，我是修铁路的，所以我对这个特敏感。今天晚上咱们就得自己做饭吗？是，他
他们一会儿来会有牧牛流马，我们反正有钱，到时候买就行了。咱先把这个钱都放这儿。哎呦，牧牛流马一起开堂了。啥子东西？欢迎牧民们来购买食材和日常用品。买什么？食材。你要去吗？我稍缓，我缓五分钟就过来。好。欢迎牧民们来购买。这是哪里的口音呀？应该是云南口音。日常用品。牧牛流马一起开堂了，欢迎牧民们来购买。啊，是那个啊，我们要走过去。在哪儿呢？现在在那儿呢，看到那个树后面。哦，那咱们还得划船过去啊。还划？别划了吧，现在别划了吧，这个船有点难划。别划了，走道吧。古丽老师还要去吗？你要不歇会儿，我们去买回来就行了。你买什么都行。你休息休息。走快点，走快点。哇！这小牛车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你没在一边吸引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养活的。我先去把这钩子挡住，怎么样？我假装看那个羽毛球拍，然后我就把它挡住，这是这玩意儿也没啥想买的呀，再看一圈没啥意思。没有一块钱就能买的呀。对呀。哎，这一块，这菠萝，这不一块。十块吧，你俩的都是十块。哎呀妈，跟你俩的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不是，咱俩现在就开始打开就吃。哎呀，咋咋回事？咋咋咋回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么个路子。咱们可得省着点用。好的，篮子就别买了吧，咱们。篮子就别买了吧，篮子不要钱，那多拿俩吧。不是，咱们还是得吃点水果了。女士，女士，我不要，我就拿着看看。啊，咱院里有米是吧？你们有需要吗？咖啡豆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做那个豆芽豆腐汤吧，黄豆芽还便宜点，三块钱。哎，买几根黄瓜，咱们就啃黄瓜吧，一人一根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猜这些都能都花完，明天再转是吧？啊，对，有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坐船来的？我走过来的。我哪走过来呀？啊，你眼睛所及的地方，绕着那个河边，汤那河边那个小栏杆，然后这么一路那个船能坐吗？这船能坐吗？船能，但是我们刚刚从那儿出发，往那儿滑，然后被风吹到那儿去了。你们怎么过来的？你们家好远哦。我们游过来的，刚才我见他水上漂。哎，你们咋过来的呀？先是坐船，坐了船中间失败了，放下我们两个女的，他们三个男的再划船。我的天哪！哎，吃不吃水果啊，兄弟们？拿一个晚上吃。牛肉，牛肉可以，牛肉整一个吧。来，我们吃这个吧，红烧鸡翅行吗？咱们是不是得买点蔬菜了？买吗？买。哎，你们想吃这个吗？玫瑰花。哎，你们这个，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拿一个篮子呢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就过得悠哉，到后面，没事，有好日子过的时候，先过好日子，是吧？对吧？等会儿，来，搓一搓。哎。真相，三个愿望。哎，就是说我买这个神灯哦，是神灯，神灯，阿拉灯神，不是阿拉丁神灯，这个价钱肯定是有用的吧？我觉得有。在一个买菜的地方，突然之间很突兀的在那儿放了一个神灯，那它应该是会有什么作用的吧？因为王鹤棣也挺怪的。我也可能不太正常。
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图腾。买这干嘛？买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有用，一定有用，早晚都能用。最怕就是节目组会实现我们三个愿望。买吧买吧，反正咱们有钱，买吧买。不是吧？篮球也要买吗？有点过分啊！40块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对你们又爱又恨，就爱你们的是你们给我背上了一个篮球架。王传君，看到那是啥了不？啥？单挑。恨你们呢，就是你们没安好心，给个框在那儿，但是不给球，等于就是把饭给你做好，但不给你碗筷。哥，篮球要40块，不要了。篮球可以不打，篮球可以不打，不打。哎啊！关键打完篮球又得饿，我先去打会儿，给他还回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放开我兄弟！有人，他们今年。放开我兄弟！他们今年有人。放开我兄弟！哎哎，趁着保安抓他，咱们赶紧的，快跑！你们放手！哎哎，不要这样子！现在还学会了用两个大号把我给按住，非常过分的投诉。等你发达了，赚钱了。再买在里面，我只会越来越穷。我啥也不是。哎，看清楚了，我们投币了，20块钱刚刚好。他们才买了20，咱们买了50。你家人多，你们人多呀。好的，这是4块。那咱不能多出30吧？咱人多。他们花了20块钱，我们花了110吧？对呀。他们都不饿，忍着。他们不会做，我们这会做。哦。走吧，走，有哥哥真好啊！我觉得我们跟他们稳赢了，娘娘。跟我们就是过苦日子，你俩想好了吗？就是靠攒钱致富，没关系。心里会特别有底子的过的，虽然穷，但是很踏实。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赚的。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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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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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在干啥？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！远离纷争，向内而行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咱回屋。真的，我是觉得，我是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已经怀孕，不拿不对了，有一些这个影响。那个耍无赖那个交给他俩就行了。哎，太好了，他俩是那个逃跑无知罪。这样吧，你自己挑一样给我们吧，快点的吧，赶紧的。挑个葱行不行？值7个人来买东西，就怀疑我们5个。你们盯着点王鹤棣吧。我饿了。姐，就是说这个篮球能买吗？不能买。这样子，你明天自己赚钱买吧。阿拉丁，阿拉丁神。哎，这是多少钱？你选一个，这两个里面你选一个，行不行？让他选。真的有白头发。秃发。白头发。这个灯和这个球你选一个、哎、行吗？妈妈给你买。好的，老姜给你买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不选篮球了，就选它了。买了阿拉丁神灯，一旦实现了可以许愿，那我就大富大贵了。桃花坞这么大一个节目组，这么有才华的一个节目组，他准备了一个这样的道具放那儿，那他一定是有他的用途的。确定吗？你就选这个不选篮球了？打什么篮球？不打篮球了，就是说，50-50，付了付了，抛下他特别喜欢的、热爱的篮球去选择那盏神灯，我觉得他一定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我觉得
赌一把也行。打什么篮球？不打篮球了，就是说，投一个行不行？哎，试玩10分钟行不行？老板，可以，但有个条件啊，篮球掉水里要下去捡。把篮球拿回来，要把篮球拿回来。可以啊，抢篮板嘛，不要让它掉下去嘛。你们绝对是，你们一定就是想要一个王鹤棣下湖捞球的这么样的画面，真的太过分了。就反正别掉下去就行。会有这一天的，我哎，我们走，我们去显摆这个吧，走，我们去显摆这个，显摆这个灯去。哎哎，我们花50买了个灯。你们啥呀？那买灯了？那你们真买了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赌它有用。这个是我们的吉祥物。哎，你们还是不了解桃花坞，桃花坞从来不搞那些架空的东西，就是纯灯干什么？纯摆设，就摆设。我们能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欢迎。我们带着吉祥物来。哇，你们好，好。弟弟说这个会有3个愿望，他赌一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有可能的，买个希望吧。Hello， 你们要这个干什么？好看啊，华而不实，还浪费钱。但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哎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神灯？我们给你15块钱摸一次，然后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。那不就是忽悠吗？这个灯，你相信我，这个灯一定暗藏玄机。对，弟弟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看他，我就觉得他肯定有问题。你说万一要是没啥用呢？那咱们又没买，人家买的，安慰一下是吗？我统计了一下，大部分屋民还是觉得就是个装饰品，50块钱。所以我觉得就就没有信比不信好吧，就只能先信吧。桃花币没了，咱们再赚呗。这好赚钱吗？能，那边喝牛奶就能赚钱，我们刚都喝了好多瓶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告诉他们了？什么？对，哎，咱把这个摘了，把摘了。呀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挣这个钱了。对，只有我俩了。咱啊，我给你们保证，我和雪琴将用我们的双手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好帅，这一刻你好帅呀。好 man 呐。好 man 啊。用雪琴，用我的双手和我们的胃。经典鲜牛奶，喝出美好生活。天啊，我们这4个人太像西天取经了。前面八戒拿着牌呢。你是悟空对吧 ？It's me. Yes. 江疏影怎么看都是唐僧吧？江疏影看你师傅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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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立老师，我们回来了。得做饭了，现在不做不行了，不做晚上吃不着了。是吧？嗯。我帮你打下手，帮你洗菜吧。啊，对，去看点弄点蔬菜吧。可以啊。这菜应该不要钱吧？晚上的绿叶菜有了。又开始我们过家家的生活了，好开心哦，同志们。
脏了，对不起。没事。哇，其实有点油味就有那种家的感觉了。好幸福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同学一起做饭。嗯，做饭确实很治愈。哇哦！我来尝尝啊，会不会淡？是你弄的？对，白菜豆腐汤。白菜豆腐厉害。呀，还烤箱还烤了呀？嗯呢。你们这真的是整活整的。整活了。整的太大阵仗了。是吗？第一顿吧，必须得像个事儿，明天就不管了。我为啥觉得你很贤惠呢？哦，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贤妻良母，但现在不是。吃饭了？我不吃了。咋了？我现在太难受，我眼球胀的，我觉得都要凸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到忍不了，我绝对不会这样的。我知道你们需要我现在，你知道吧？好，知道知道。身体最重要了，阿丹妈，身体最重要。怎么了？回去休息。啊，丹丹老师，辛苦了，丹妈，好好照顾丹丹姐，没事吧？你下去缓缓。搀搀他，搀搀他，扶一下吧，丹妈。行不？行吧，丹妈。出发之前吃的降压药，半粒。等一下，等一个。有点偏移坐，没有什么就完了。对呀，实在是特别抱歉，可是实在没办法。我是真顶不住了。他感觉要走了。眼珠子往外努，头疼。哦，那不行的。身体第一位。啊，我吃完这一口，我去看你啊，我们去看你啊。我拿个衣服去。嗯。只是有一个情况，我得跟他走吧。啊？我得跟他走吧。你也走啊？他这么大岁数，一个人。我先跟丹丹通个电话。我要出去看你，我刚穿好衣服，他们说你已经走了。嗯，我知道那感觉，我也有隐隐的那个压疼的感觉。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话，当然是不能够这么强弩着。这个是所有人，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赞成你这个，但是你这走，你得让我们去看你一眼，然后你再跟我说说。他向我做了保证的，我才答应来的。我说你只要对我不好，我扭身就走。我们这个太像一家人了吧？我们这个是吗？我们俩关系真好，主要是我特别让着他。我作为一个新物民，我稍微的尊重你一下。我一看你就不想跟我住一屋，我都伤心了。伤心总是难免的。你这样行吗？你也许是第一天反应会比较强烈，因为时间太长，咱又上了更高的地方。你今天在底下那地方，你再歇一天，你先别走，你歇一天。啊！你明天再看看，那我这叫个啥呀？你说你弄那半天给我弄来，然后你又走了，那我就说我明天收拾收拾，咱俩一块儿走呗，那就。
干妈太严重了。是啊，他说感觉眼球要爆出来了。嗯啊，那太难受了，肯定很冤。丹丹姐，回去的话，我们就少个人，少一个长辈。我是不是也得走啊？我就别要老的了，这里头要一我在这待多难受啊！你病了，我在这待着，呵，我也走了得了。